这些都可以打开的是吧？啊，这些都可以打开的吧？可以打开的。这个打开，你如果是发热管的话，到时候人家换完发热管，里面很多发热管，那么它烂了或者是什么，它打开这个扣，上面有荷叶，那么一打开就可以了。你们打开试一下。试一下。哎呀，我一个人可能打不开，两个人很重，轻轻打开，打这边一个一个打。打一边就行，打一边就可以了，反正里面的结构给它。我要我扶紧，你来拍照，好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扶着啊。嗯。可以。下面这边看，下面这些皮带这个面。这皮带也可以换的哦。这个可以换的。到时候皮带把那个接头烂了拿掉，然后就挑出来，然后再穿进去。接头在那边，接头可以的。哇，我们加了很多棉的，妈的很厚。这个，等一下有多少度你可以拍得到这温度啊？是我们定了200度的嘛，到时候它走了。都是200度。这个风机开就响了，啊，放着就吸风了。这个第一个风机没开，这是控制这第二组，这边第一，这边第二，算是这样的嘛。第一、第二，这个第二个已经开了，到第一组现在要开对吧？对，那边要开了。很那个的，很平衡的，我们这台机很稳定的，能做很多牛这个机器。这个角度这样拍出来比较好，对吧？嗯。光线到位吗？光线有点暗。好拍。光线有点暗，我反光。你想快点呢？很快的，可以放快了。